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愿修慈悲心。愿发菩提心。愿体证空性。愿成佛。度众生。好，请放掌。修行一定要抓住很强烈的目标，就是愿成佛度众生。也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们要具足发菩提心。但是菩提心是以慈悲心做根本，慈悲心是以出离心做动机啊，生命的苦，那么内心里面不能够离开这个主题。如果你离开了，然后你就跑到世间法，世间法本来就不圆满啊，男男女女有没有要不要啊，然后每天就会痛苦，因为世间本来就是如此啊。所以甚至各位在做的甚至是违背世间法吃素，人家就说你怪怪的。但是你要了解我们的动机啊，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，希望能够累积成佛的资粮，心态要抓得很紧，不然的话你会被别人影响啊，环境影响，被肉体影响，每天都要祈求三宝，自己的心不离开空性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。生命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赶快成佛。为什么要成佛？我要帮助所有父母众生都离苦得乐，都成佛啊！为了如此，所以我们才要成佛，这要非常坚定啊，不然的话心就乱掉了啊。所以大家用完晚斋，功德满满，借这个机会做法的布施啊，然后还念诵给众生听，当然最主要是念给自己听了啊。你把自己磨圆满了，亮了，外面就跟你亮起来啊。重点是自己，所以我这些法语都很浅的，但是各位多念诵啊。主题是善用慈悲的能量啊，一般人叫魅力，这个人有力量啊，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一个业的力量。那如果你每天是修慈悲心，你就有慈悲心的力量啊。所以一般人在佛陀面前好像不容易生气啊，甚至病苦的人在佛陀面前会好起来。那我想功不唐捐，各位去放生，各位去布施，乃至各位点光明灯，都在累积一种正面的力量、智慧的力量、慈悲的力量。所以那我们要把这样力量不断的布施给众生。所以大家一起念诵一下啊，一来帮助他人，慈护生命。如果心时常安住在意念佛陀、意念善法上，我们的心就与诸佛的心结合在一起，充塞法界。如果我们的心时时都念着贪嗔痴等烦恼、小人、恶人、恶鬼等不善的事物，就会与我们相应，向我们靠拢。因此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，就能够天天与慈悲的境界相应，天天有做不完的慈悲事业。所以希望各位每天都要做啊慈悲的事业，叫菩提心的事业，要让自己的心很明确的，我要修慈悲心的、菩提心的，绝对不让自己的心被转走啊。特别各位是在家菩萨，我知道很困难啊，世间太多那些事情了啊，但是呢你要把这些事情当作修行的助缘可以了啊。所以意念的三宝，意念的善法，然后呢我们时时刻刻，世界是心所造成的，要帮助这个世界，我们心不能被世界转掉了啊。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，是贪嗔痴，那如果你随顺它，那帮不了这个世间，还害这个世间呢啊。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个世间，我们的内心
啊，要不断的累积这种功德。就算你这个人不会讲话，但是你的心有慈悲心，你就有力量啊，帮助周围的人。所以不要被不好的事情转走了，更不要自己跑去起心动念啊。第二，来，佛陀所强调与追求的是悲智圆满，好头脑与好心肠应该要携手合作，要以智慧引导感情，发展出无私的感情，就是大慈大悲。追求智慧也要以慈悲为动机，也就是全然的放下自我，一面是净化自心，一面是奉献他人。我们必须让悲与智均衡发展，才能达到佛果的圆满。所以很简单啊，智慧慈悲两个都圆满了，就成佛了，成佛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，以大悲心追求智慧啊，以空性的智慧深信因果去实践大悲心，这两个是平衡的。我想人一样，人活在世界上本来他就有感情，本来他就有知识能力，但这两个并不会失去，只是你要让这两个要抓得很紧啊，不执着的，我们叫无条件的大爱啊，平等的悲心，你要以这个方法去对待周遭的人啊，你如何对待你儿子的，那你要这样去对待所有的生命啊，你如何对待你爸爸妈妈的，并不是叫我们舍弃对父母对你家庭的关爱，只是你要把这个爱扩大，不执着啊，但是执着那你就会痛苦，执着就是没智慧的啊。所以整个佛教的修行，如果你问我们怎么做，悲智双运就是这样啊，空性与大悲，然后永远都在这上面。第三，来念一下，我们要平等的慈怜一切众生，当我们慈悲怜爱一切众生时，每个人看见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与我们亲近，因为拥有慈悲心的人呼吸都充满慈悲的气息，无时无刻都是慈心遍满利益众生。所以经典说，你念 Om Mani Padme Hum，你的呼吸里面都是 Om Mani Padme Hum 啊，你念大悲咒，风吹到你的身体都是大悲咒的功德力啊。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去见观音菩萨，都想要拜观音菩萨，因为他有圆满的大悲心。所以我想我们也要开始这样，特别修菩萨道，你要别人愿意接近你，那你才能够把佛法给他，就像我们喜欢念阿弥陀佛一样啊，每个人看到释迦牟尼佛都永远都意念着释迦牟尼佛，为了如此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要慈心遍满。所以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，有时候各位在看电视那些暴力的对立的不能看啊，如果你必须要看，那你叫观想，观想哦，那个不好的就是我的贪嗔痴，要把它消灭掉，要把它消灭掉，你要自己作意啊，把它改变掉啊。你看到车子跑很快，哦，他快成佛了啊，他在追求快速成佛之道，你不能去批评他，你只能把他外面的这件事情把它改变掉啊，转变他，转变这个竟成为一个修行的助缘可以，但是就不让自己的内心里面有负面的心态。然后特别呢，一个爸爸或妈妈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台上唱歌，他都会掉眼泪，为什么？哇，你已经好高兴，对不对？他好疼他啊，他真怕这个小孩子唱不好，那种很强烈的。但是这一种他只有对他的小孩子，对其他人没这个感觉，那这样不圆满，会很痛苦，万一这个小孩子生病死亡，他可能会发疯啊。但是佛教要我们，你要把每一个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妈妈、自己的爸爸、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去悲怜他，要主动的。我们有时候会不想关心他，但不行啊，世间人是哦，这个女人这个男人我爱他，所以我才去关心他，其他人拢不起狼啊，他目中无人了，这样不行了。佛教是你要故意的去培养啊，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烟供施食，看不见的鬼道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所以
啊，嗡啊吽，要观想各种对他最好的哦，最好的房子，最好的甘露，要不断的这样啊。如果你这样去做，然后你就会给别人一个感受，慈悲心啊，那这个慈悲心就会有一种魅力，你就可以感染更多的众生。特别我们现在大家在超度了啊，我想超度最大的动力是因为你有悲心，然后这些众生就敢靠过来啊，就可以度更多的众生。就像你对狗有悲心，那狗就不会怕你，会接近你，而且不会害你啊。那为了如此，就不能让自己为不合理的事情生气，不行的啊。再不合理，因为我要保持我的悲心，刚刚你伤害我做得很无理，我也不能生气，因为我会破坏到我们这种悲心的这种基因心灵状态，那是不行的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安忍，你要安忍，不然你的悲心就会破掉啊。第四，来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要以慈悲为动机，哪怕只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，例如扫地倒水，或只是向佛陀供香供灯等平常举动，都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，实践华严经中的净行品，时时为众生发愿与助导。如此学习发展无私的慈悲，将有助于我们心智的成长。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当愿众生，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，这个事情都转化为当愿众生。对方在做坏事，哦，看到当愿众生的去除不好的；对方在做好事，哦，当愿众生成就佛果啊。但是呢，就要把不管是逆缘还是顺缘，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动机。首先各位一定要做一个决定，现在不是改变对方的时候，现在一点都不是，现在是借着外面的人事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啊。除非你已经证的所谓叫八地菩萨，那个时候你才有一点点影响对方的能力。你要完全帮助对方，你要成佛，那现在只是借着别人，哦，你这个儿子很不孝顺啊，借着机会你来修忍辱啊，借着这个机会来忏悔，可以啊。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以后，那再痛苦的事情你都可以接受啊，而不是说我要去改变对方。如果你要去改变对方，那你就有个强烈的我执，那强烈的我执就会起烦恼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是起慈悲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当愿众生啊，不断的祈愿对方如何如何。反过来，第五，学佛不是迷信，而是学习一份真理，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当念头里有欲望怨恨时，就会造作恶业，感受苦果。但若念头里有慈悲有奉献，那将会造作善业，感得乐果。因此我们无需担忧未来如何，我们只要顾好当下的行为即可。所以每一个念头都是正确的，结果就是圆满的。所以学佛不是说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才听佛法，佛法是一个真理，本来如此，你只要冷静观察就可以知道的那个道理，这个跟佛教没有关系，释迦牟尼佛只是看到了这个真理而已啊。所以了解这一份真理和因果空性，那你就可以掌握命运了啊。所以你要得到快乐吗？还是你要痛苦吗？都是决定在你自己啊。佛又讲念头主宰，所以你不能够失去念头，我们叫保持正念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念慈悲，不离空性，这是自己要做决定的啊。第六，来，三宝门中好修福，特别是服务公共场所、大众共用的地方，是培养福报最好的机会。我们必须清楚知道，行为反作用力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尽力断恶修善，慈悲一切，慈悲一切。有一位老和尚，他写了四个字给我，大悲游戏，游戏是代表世间都是假的，
但是来去自如，但是不离开大悲哦，啊，叫大悲游心。所以我想，学大乘佛教就是学服务众生，啊，服务怎么插花，怎么排桌椅，怎么吃饭，啊，怎么吹冷气，这个就是大乘佛教，啊，所以扫地也好，走路也好，都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。啊，不管你在开车哦，当愿大家开车平安啊，啊，个个能够圆满目标啊，啊，但是这个世间是我们最好的培养福报的地方，啊，就像刚刚讲了，哦，你想要做好事，别人骂你，哎呦，今天多修了一个福报，忍辱哎，我们放生也放生了，但是我们也多修了忍辱啊，等等，啊，有以这样的心态，那你内心里面就会比较好一点啊，但是不可思议。这里面讲行为反作用，如果你的动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的，你会觉得哎呦，你爱世界，世界就爱你啊，整个世界都在爱你哦，天龙八部一切都是很关心你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关心他们，都在回向他们，所以每天都念诸有众生的，也在土界中者，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，你要真实这样想，路有路神，虚空有虚空神，走到哪里都希望他们快乐，人也快乐，非人也快乐。那我们想想我们能做什么啊？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各位有时候要问问自己，你在烦恼什么？像我们出家人有时候坐在聊天，我都跟他讲，我们一点烦恼都没有，就是整天就是没事的心态啊，内心里面就没有什么要去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啊，但世间人不一样，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东西，就像年轻人在上网不知道在找什么，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，然后电视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呢越看心里越空虚，因为什么，离开你的本性越来越远，你就一直迷失在这个外面的世界，你的内心里面就不安定，空空的啊，就像各位去唱歌跳完舞回来以后更寂寞更痛苦啊，因为往外去了嘛，啊！但是你修行人不能有这个想法，你要保持内心，随时都没事。但是没事是自私的，没事但是意念众生苦，啊！那这个众生太苦了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办活动，想办法接近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内心是随缘的，啊，尽力就好，因为不可能，不可能度得完。啊，就像业障不可能全部世界的业障靠你一个人消掉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你永远都在尽力，这样就好了啊。第七，哎，每一个人生活着要对众生社会有所帮助，活得才有意义，生命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现象，但以慈悲心生活时，生命就会充满动力，也就能够超越身体上的各种痛苦，时常安住于清安自在之中，并且平安吉祥的快乐生活，这一点最重要。我想各位，我个人在办的活动，反正以慈悲为主，什么都可以做啊。那各位，你愿意去直接照顾老人，你要去直接照顾残障，你要直接去社会上去慈悲推动佛教，教育那些上班的人，这个都对啊。你只要动机是慈悲的，你的生命就很安定啊。我们出家人就是因为活在世间很苦，因为觉得自己很自私嘛啊。懂了佛教有一点福报，活在这个世间很苦的，我们的目的出家就是我能够去奉献，我想各位也是如此，当你去做做烟供，你去放生啊，你会觉得好实在很快乐啊。我们刚刚大家走到海边有一点太阳，大家很忙，快不快乐啊？哎，这比约会还快乐啊。约会是有苦之乐啊，等一下还吵架啊，还嫉妒啊，那个的。但是这种叫无苦之乐，真正的苦跟魔是在你内心里面，不是在外面的。那是说你的内心里面都是一个慈悲心，那多平安啊。慈悲就是妈妈，我们躺在妈妈的怀抱就是慈悲，就是两个字，安全啊。所以你一直拥有慈悲心，你就拥有啊，刚刚讲的清安自在，一切都很好。第八，念一下，当我们被自私蒙蔽，
处事都以利己为动机，将会感到无比的恐惧与压力。若我们心怀慈悲，行事都以利他为动力，将会感到无比的自在与喜悦。所以各位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法喜啊？啊，所以要多分享，让别人也分享啊！啊，今天你有一个自私的动机，哦，穿得很帅要去给女朋友看，哦，弄得很好要去赚那个钱，你就有压力，知道吧？怕失败，恐惧、压力啊。但是如果你天天去慈悲，习惯了，你活得很自在啊。一个人躺在树下都会偷笑啊，哦哦，就和我活在三宝的怀抱里面。依偎在佛陀的胸怀里面都快乐，因为我们不断地去慈悲就好了。第九，修习慈悲与奉献，不仅限于宗教生活，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角落，无论家庭、学校或职场，皆因实践此慈爱之行而慈悲。除了对于世俗生活有所利益，对心理、生理等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不断地去慈悲，你会发觉癌症就忘了啊，痛苦就忘了。所以我想不要让自己觉得我受欺负了啊，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我孤独了。所以我想慈悲并不是说在寺庙里面才慈悲啊，是在任何地方都要心里不离开慈悲。所以我们叫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，就是非常专心，所以你现场有10000人，哪一个在讲话我都还知道啊。但是这样就会干扰到，不太容易。但是你不这样专心也不行啊。但是各位一定要学，各位一定要学，因为我们学空性的人、悲心的人，就是敏感度要比别人强啊，就像麦克风要有很强烈的敏感度啊，所以才是最好的麦克风嘛。所以内心有空性，就完全无我，你才会跟空气、山河大地合为一体，你的敏感度很强啊。那我们讲的这个敏感度是感受到对方的苦，感受到对方的需要，那各位就要开始练习了。所以有时候你去打坐，不要想什么，你就坐在那边听就好。山有山的声音，连山都有呼吸的声音，水有水的声音，空气，空气也有空气的声音，地球是活的。你每一个事情你要去感受到它的存在啊，一开始不太容易，但是一开始你要走路，你的脚踏在地上那种感觉，踏了起来，踏了起来，你要先练习，练习到你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啊，那你对周遭的一切一切都要很敏感啊，听得很清楚，只是听得很清楚，先听到以后再去分析它，我们叫止而后观。我先知道，知道以后每一个东西分析得很清楚啊，超越它，然后回过头来怎么去用它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敏感度，然后可能你就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啊，那你要说什么话也不知道。就像做生意的人能不能做到生意，况且他没干嘛在，对不对？这个人身边带什么人，你要有观察力。那平常你就要很冷静去观察，那这个要修禅修了，要打坐专心啊，专心以后你才不会分心，然后注意了。但是专心并不是佛教，空性才是佛教。这个叫不共，不共于世间的专心啊。所以你把一切的组合都弄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讲佛教的修行，它讲的就是这样，慈悲与空性啊。讲慈悲就不能够有自私，当然有空性，你要用在日常生活每一个地方，穿衣服也慈悲，走路也慈悲，讲话也慈悲啊。像我现在这样，我比较容易修慈悲，因为哦，大家愿意听我讲，我的对象有1000个人，就1000份的慈悲，我必须要做这些。因为我的动机，希望我的动机哦，我们谈这个简单的佛法啊，对大家修慈悲心有帮助，那你有这个动机。而且不是说眼睛看到了哦，傍晚到了，我们招请这么多众生啊，愿我们所招请来的众生都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一份悲心的力量啊，而放下了啊，而不再讨报了，冤亲债主，而超度了。翻过来，第10，一切种子就是佛陀的圆满智慧，
佛陀以大慈悲心为体，心心念念都是不忍众生受苦。我们以佛陀为导师，就是要追求佛陀圆满的智慧，以平等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六道有情，面对各种不同根器的众生，也要以善巧方便予以度化。这种智慧要以什么为动机呢？要以慈悲心为动机。所以如果你有圆满的悲心为动机去追求，那才会成为一个圆满的智慧，叫佛陀的智慧啊。因为就像说地球有70亿人，那你要关心70亿人，而且不是光70亿，欧玛尼贝美哄所有六道的众生，阿毗迦那嘎啊，所有六道的众生都是你应该关心的。所以你的心像妈妈一样，各位，慈悲心不会累的。妈妈生一个儿子跟生10个儿子，她生10个，她的悲心越大。所以人的悲心可以扩限到无量大啊，只是你要不要去培养而已。平常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力量只用在一两个人身上，哦，只用在我们家人身上，这好可惜啊啊！所以我们要追求佛陀圆满的智慧，那你只要升起大悲心，以升起大悲心，然后开始去处理各种众生的事情，而且处理的时候又不执着，慢慢你就会开发这种智慧啊。所以大悲心又不执着，就累积很多资粮。所以我想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，有佛陀的智慧，然后你才遍知一切。所以首先要相信因果真上生，第二步要去除自私破我执，第三步叫追求遍知佛陀的智慧，那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啊。因为我们要关心各种各种的生命啊，那你这样关心的话，你就用心了，不是说凸显自己，哦，我很喜欢放生，所以要求你们跟我放生，这样就不对了啊。我们目还是以对方的根器为根器，对方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，这样能够引导对方修慈悲心，这比较重要。第11，勇于承受他人的苦难，就是在消除我们的苦难。所以慈悲是消除苦难，体悟佛法的不二法门，直下体会无我的教义，相信自心那份清净圆明的佛性，就能勇于承受世界的苦难，承载众生的苦难，如此就是一位真正的菩萨。大宝法王他的修行方法就是这一点，直下承担众生的苦难，世界的苦难，一点都不虚伪，一点都不退缩啊，这是一种勇气，而且是勇气是生一个大悲心。我们有时候会怕啊，这个要给我会怕啊，但是它已经变成一种主动的习性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这样观想，敢就敢啊，修菩萨道为什么敢就是放下，敢就是空性，敢就是悲心，不敢保留，我保留自己啊，我们叫暗敢啊，怕自己啊，还想活到明天哦，这样啊，我们要想当下，我叫观想。所以我经常很喜欢带各位做替身多嘛，这个整个肉体就是我。像我看各位在丢的时候，不是在丢自己，在丢面包啊，那就不太像了。我们真的在丢的时候是，我把自己投到火里面布施给众生，投到水里面给鱼吃，丢在路边给众生，要加上观想作意，那一块替身就圆满的功德啊。要这样不断的做，不断的修替啊，这种施受法啊，乃至施身法都可以了啊。我把自己身体观想哦，布施给所有众生，令其欢喜。所以修施身法是动我执最快的方法啊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要做到的，就像大大的一个碗一样承担别人的苦难，这样啊。事实上你敢承担就可以证得空性无我，就是怕自己受伤害就没办法去承担嘛啊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了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把对方的痛苦吸收了，那我不是很痛苦？你放心好了，空性的力量可以把世界的连核子弹都消除掉，空性的力量
啊，阿弥陀佛的圆满的空性，你念他的名字，他把你的苦难都吸收了，但是他的空性啊，就安住在这种圆满的空性里头，这些苦难对他来讲就像在喝水一样啊，反而是个营养一样啊。所以在我们世间法，用我们的想法是他吸收我们苦难，对他来讲真空啊，不可思议，金刚般若不可思议啊。那为了要达到空性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承担苦难啊，自己有圆满的那个可以承担，有能力的，各位不要怕，各位地球所有的苦难，你的佛性可不可以承担？可以呢，小小的地球算什么啊，这个法界三千大千世界你都可以承担，因为你要成佛，你本来就可以啊。所以你要绝对相信，当然用我们现在凡夫的想法，脑壳里欠一百万都还得贴 啊。但是如果你用佛性来看，这个世间的都是假的，连苦难都假的，有什么？那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啊，那一点都不会怎么样。所以那各位你就要相信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，佛讲了，所以我就承担，我受了菩萨戒，愿所有世界众生的苦难都我来承担，所以我更要精进啊。那你就开始走到哪里，开始像吸尘器一样去吸收苦难吧啊，然后更要放出功德啊，自他交换。第十二，来以怨报怨，对立与争执将永远无法止息，唯有舍除怨恨，并以慈悲宽容之心相待，怨恨才能够得到停止，以慈爱才能够止息对立，这是永远不变的法则啊！这是佛教出名的啊！以恨止恨，没有办法止恨，唯有爱止恨，这是永恒之法。所以我希望各位真心做个决定啊！你要跪在佛前，真心，我某人直至成佛，到绝对不恨任何众生。哪怕你砍我、害我、杀我，甚至杀掉我最爱的人，我都还要关心。你要自己做决定，你要发这个愿，不然没办法修菩萨道。修菩萨道本身就一定要先断除嗔害心啊！你不断除嗔害心，你修久你也会退转，因为不相应，念了老半天还是不相应啊！就像没插电一样，没插电怎么会动呢？啊！你一定要自己首先先做到这样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圆满帮助所有众生，但至少不能嗔恨抱怨任何事情。但这一点我必须跟各位讲啊，有些甚至有一个男生要来找我，跟我讲老半天他要出家啊，我就跟他聊一聊，就我发现他很恨他太太哦。我说你不能出家，后来他还是出家了，他不找我找别人。但是我说你算不成，就找别人出家更厉害，哎呀，那个恨的眼神更厉害啊，并没有根治，他只是外表出家了，啊，他还是内心里面很怨，啊，所以因为他的老婆跟他婆婆处不来嘛，所以他就恨嘛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一点都不行的，所以各位，从现在开始直至成佛，都不要怨恨，恨不恨？哎，那不后就可以闹不多，你要发愿了，哎呀，忘了不后就差晒。你要发愿啊，你不发愿怎么知道你恨不恨？你还有个愿，身上有个按钮啊，哎呀，我又肚子痛了，我又怨了，我又怨了，怨老公啊，怨儿子啊，怨东怨西啊，啊，所以一个抱怨的人呢、啊，你看他的脸，你就会怕，因为不敢看他，知道吧？你看他，有个抱怨，啊，我平常不敢看人家，我眼睛度数不够的，啊，因为看我就会他在想什么，好像我有点知道，我就不太喜欢这样啊。看佛的脸可以，它里面是清净的，是圆满啊。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，甚至各位也没办法骗人，你的思想都在你的脸上，你的眼神，看你的指甲也知道，中国人看你一只头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所以这没办法骗人呢啊。所以一直要把自己的思想调到最正的啊，特别不能有恨。第十三，观修慈悲心的法门能够带给我们内在的力量与喜悦，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存活的意义，生活的有意义，就是要活得有用，为人所用，
真诚地帮助他人，服务众生，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。帮助他人，服务众生，这才是大乘佛教的精髓。有些人觉得学佛就是天天看很多经典，然后每天念经，慢慢的佛教就成为一小撮人在用的啊。我们现在学佛不是啊，不管你在做医生，不管你在炒菜的，不管你在做主管，你现在学佛了。以前是为了薪水去做事，现在是为了服务别人而做事，真诚的从内心里面啊去服务别人。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如果是有伤害到其他生命的，那就不谈了。本身在做的是这个事情，也不会破坏到环境啊，破坏到别人众生，进一步利用你这个工作真诚的去服务别人啊。不但是如此，还要服务众生看不见的这些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要有点鸡婆，每次跟人家碰面，哎，祖先超度了没有啊？啊，我帮你写一写啊，什么堕胎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妈也有啊，没有，阿嬷也有啊，一定有的，我到现在还没碰过那个没有的啊，也要赶快写啊，超度啊，啊，那不然怎么办啊？像我那一天，我妈妈在痛，我跟我妈说，哦，鬼啊，你给你搞。我妈妈杀鸡很多嘛，啊，那不行，没关系了，写牌位了，希望有用了，我就一直祈求啊，希望他好起来，他好起来，他就会相信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但是我很祈求啊，我说三宝啊，也就加持啊，让他，我们的希望老人家没什么，就信个因果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信个因果，那这样就至少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说必须要不断的帮他回向。第十四行97来，所谓的福报与业障，只是一念之差，端看自己如何用心而已。当逆境来临时，只要能够保持慈悲心与菩提心，懂得转换念头，所谓的障碍或逆境也就不攻自破了啊！所以各位不要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堡垒，不要被打破掉了，不要被攻垮了啊！所以逆境越多福报越大，但是你被逆境转了就是业障啊！所以各位重新做个决定，越痛苦福报越大啊！像我做很多事情，如果没有很大的逆境，我就没福报。所以每次有很大的攻击或逆境的时候，哦，我就暗痛啊，我补过来了啊！佛陀说回谤七天就过了，再大的事情睡觉吧啊！我功课做完睡觉，事情自然就过去了啊！因为没有这么大的攻击，你就没有福报嘛，没有福报就做不了更多的事情啊！所以我想，福报也好，业障也好，一念之差啊，但是千万不要被打垮了，千万不要被打垮了，顺其自然。再来第十五，如果我们能以无私平等的慈悲心为动机，读诵大乘经典祈愿文，或以此动机修持真言密咒，乃至精进的禅修，这些法门都将成为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，净除我们身心中累劫的障碍与恶业，并且还能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众生。假设你是个哑巴，假设你是个没腿的人，也不能走到哪里，能不能利益众生？可以啊，以一个悲心，心中默念的阿弥陀佛一样在放光的啊。所以我想个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这个不是南传北传密乘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，动机的问题。你被这辈子什么都不会念，就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！但是呢，你很真心的念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加持所有的人消业障，用阿弥陀佛将来能够引导他们去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圆满了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只是因为现代人好像比较多元化，他要有一点东西，有一点色彩，他要去追，所以佛陀就要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方法啊。但是如果你能很单纯的有一个空性悲心，那也是可以啊。所以我想法无高下，重点是一个动机啊。那这个动机里面，各位平常就要练习好。如果你平常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哇，像假牌抖啊
啊，你平常是一个爱谁谁这样嫉妒心很强的，那也很痛苦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管的是三宝怎么办，众生苦怎么办，不要管哦那个女人搞外遇，哦那个人，你不要管人家这个事情，人家这个事情很可怜的，啊，你不要一直耿耿于怀那些不应该耿耿于怀的事情，耿耿于怀的意念众生苦，如何把三宝的力量来利益众生。不管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啊。第十六，我们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，第一就是要修学慈爱大悲之心，只要具有慈爱与大悲心，何愁什么教法得不到，不用求法，只求具有大悲心即可，因为有了大悲心，心量自然广阔无际，诸佛欢喜，一切佛法也将自然可得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有大悲心，梦中都有人跟你灌顶，那定中都有活菩萨来给你引导，你放心好了啊！因为你是一个大乘法器，诸佛菩萨就要用你这个法器啊，乃至视现成人的形象来引导你，只要你准备好了啊，这一点比较重要。就像各位一个女人说，我准备嫁人了，你的话，哎，你认为你可以嫁人了吗？那是佛教不是的。我准备奉献给众生了，我准备啊爱众生了，我准备有大悲心了。但是要把贪嗔痴去掉，要把执着去掉，不然我们不能圆满大悲心啊。第十七，慈爱的修行可以带来心灵的喜悦与平静。当我们越付出慈爱时，内心也就越快乐，慈爱能带动奉献，奉献能不断产生力量。透彩的修行不仅是长养慈悲的心态，并且能助长智慧的修行，神奇地开发我们无限的潜能啊！所以德列萨修尼讲了，不断地去爱，不断地去奉献，内心就很平衡。但是很可惜呢，他们没有这种不共的空性的智慧，因为还执着一个有个慈悲这个东西啊。那我们一样是讲慈悲，要不断的奉献，奉献而产生力量，但是我们还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啊。做越慈悲就越不执着，越接近空性，像生命里面只有一个悲心了啊，悲心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这个肉体观音菩萨悲心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肉体是视线的，你要他变什么他就变什么。第十八，我们的身心会随着思想行为而改变。我一直让贪欲怨恨对立等不善的心态干扰污染我们，身心也就会变得污秽与不健康。但若能以慈悲正念与道德等善行来修正自身，将使身心转为清净、广阔与威德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各位是个在家人，你有你的公司啊、家庭环境，有些事情可能你不是很顺利，但是你要改变自己。我们不是去跟对方对立、冲突、抱怨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你有这种心态，就会伤害到你的佛性。周遭的环境本来就不圆满了，但是你不能去要求。不圆满才需要我们来放光啊，我们来慈悲啊，啊，所以本来就是苦的，对方在骂你，他造的业更大，我们值得我们同情，怎么会去恨对方呢？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先没有抱怨，没有不平啊，然后你才能够自自然然的慈悲啊。如果慈悲变成一种压力也不行啊，慈悲是自自然然的。好，第十九，我们必须清楚知道，若是由自身三业等的行为所造成，由于我们严重缺乏悲心，只执着于个人的得失、尊严以及自我，因而造就我们长久于六道中轮回，受无尽的生死痛苦，我们该如何解脱自我呢？欲得安乐，就必须确实修持无私的慈悲与无我的空性，也就是悲智圆融，努力的去做，但是一点都不执着啊，悲智双运。
所以各位呢，讲空性，很多人觉得很复杂。大宝法师说，一切都是幻化的，就这样想就好了。啊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啊，一切都是做梦的，随便你要怎么讲都可以。但是你不能忘了，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幻化，不能对哪一点特别在乎都不行。啊，要如此，所以你就安住在这种心态里面，内心就没压力。啊，那不但没压力，你就赶快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你知道空性，别人不知道，别人执着得很啊。啊，别人以为他得到了这个名望，得到这个东西，得到这个感情，他快乐了，事实上他苦开始。哎呀，值得我们去引导他，对他慈悲啊。二十，每个人都希望生得相貌俊美，人见人爱，但相貌庄严是从何而来的？是由羞耻忍辱以慈悲而来的。我们如果希望相貌好看，人缘良好，就要好好羞耻忍辱与慈悲，不发脾气，慈心善待一切生命。所以第一世大宝法王长得很丑，对不对？各位听说杜松前吧，连他女人都被他朋友交走啊，所以他发愿，我生生世世要长得庄严啊，所以要修忍辱啊，所以修忍辱的相好庄严，修慈悲就更有威德力。有些相好庄严是好看，他没威德力，别人欺负他也不行啊。所以那各位修菩萨道，那更要忍辱慈悲，因为你没有相好庄严，就没办法度众生了 啊所以各位要善用你自己啊。哦，佛像可以刻得很庄严的，毕竟是佛像，但是一个人如果修忍辱慈悲，哦，他的身口一像佛一样，那不是更厉害吗？那个力量更大啊，生生世世会影响这个世界。所以各位要发愿。再来二十一，我们修学佛法应该要保持有四种心。第一，信心，就是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。第二，因果心，相信因果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第三，出离心，对生死轮回、贪嗔等烦恼升起厌离感。第四，慈悲心，当我们认知到轮回痛苦的时候，也要想到一切如母有情，此时此刻也深陷在生死轮回的大海之中，因此对他们升起一颗无为的慈悲心，发心救度。具备此四心，就应生活在光明与睿智的璀璨生命中了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幸运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佛法的全部就是这样啊，以大乘佛教的全部就是这样，信心、因果心、出离心、悲心，以悲心再来追求空性智慧啊，发菩提心。但是这是个基本啊，所以我想每个人都要随时问自己啊，特别最难的就是信心，最难的，你认为最简单，最难的就是这个。所以每天做什么事情，哎呀，三宝请加持，我这个观念、做法、讲法对不对？愿三宝加持，因为我们要用整个生命来依止三宝，这样才有离苦得乐的一天。不敢用自己的想法，啊，这绝对的信心，这个世间是苦的，不敢有所期待，啊。所以既然相信三宝了，就要深信因果啊，持戒布施，然后更重要的要解脱生死，出离心，就要消灭贪嗔痴，对众生要有大悲心啊。所以我们要离苦，那众生更是苦啊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培养无伪的慈悲心，这里面无谄曲、无狡诈、无虚伪的真正的关心，就像看到亲生的儿子、自己的母亲一样，无伪的大悲心要去对待所有的生命。二十二，哎，过去曾有一位弟子拿包子要供养佛陀，正要前往供佛时，刚好看见一只流浪狗，于是他就将包子施予了流浪狗。佛陀于是开示弟子们，供养众生的功德等同于供养百千万尊佛的功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唯一的目的就是慈爱众生、救度众生，所以下施众生的功德超于上供诸佛的功德。佛陀一再的赞叹悲田第一，
慈悲利生的功德才是最大最为不可思议的啊！我们刚刚已经有读过了啊，悲田第一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能够有机会让我们修慈悲，我们还要感谢对方。今天一个很可怜可怜的人跟你要钱，你布施给他，你要谢谢他，谢谢你让我修福报啊！啊，这个叫下心含笑的布施给他，而不是不要觉得说有一个你在被我布施啊，感恩对方啊。所以，那我们修福田。好，阿弥陀佛。